模式，这是计时模式，切一下，这是时间的模式。时间模式切过来之后，长按，长按之后呢，出现哔哔哔之后呢，我就按右上角，就切换，这是早，现在是早上时间还是晚上时间？如果我要12小时制，我就要用早上时间、晚上时间。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然后是8:46好了，那我再切一下，设定分46分，然后确定之后，45分46分，确定之后按中间就 OK 了。那如果我要切换成24小时模式，就是这样，哔哔哔，好，哔哔哔，然后右上角换成24，然后按设定，然后现在就是8:24的8点钟，可是我应该是晚上20点才对，因为现在晚上8点，哎，对，对不起，晚上不要有8点，早上也有8点，所以我现在好，现在应该是我要跟大家说好了，等一下，24小时制的应该是20，等一下。20:46，然后这样子 ，OK。